奇迹相当之好的。是啊，都出名的。是的，是的，都跟这个听力有关系的。是的，买来听买副啤啤。听说歌可以换副的吗？不是。因为我朋友呢就比较少去一些比较嘈吵的地方。或者我在一些噪音环境底下呢，我都是会尽量令到自己不要逗留太久。好了，你要做，阻不阻你？准备做。
阻咗你做動作啊？都唔阻嘅，唔阻嘅，冇時限嘅。最快啊，盡快好。我見過佢扮呢個扮好似嘅。你點解會見到佢扮我呢個？好快，佢就會知道噪音對於佢嚟講有咩影響。係有惡果㗎，好咁啊！其實咧，
好多嘅接駁機，例如圓鋸啊、刨床機啊、自動或者半自動車床啊、工具啊等等咧，呢啲係屬於高噪音工作啦。大家工作如果要接觸到呢啲機器嘅話咧，記得要戴上聽覺保護器啦。最想就是我們透過這個遊戲讓大家知道其實有什麼高尚